Hello， 1230。哦，哎，它下面是这个土哎，还没弄好。嗯，还没有。所以这个就比较刺激一点，是有点像 off road， 你知道吗？哎呀 ，no。它已经贴到超级贴的，我本来看那个 Google 啊评论，就是有人说路不好开，我一直到看到那个试牌之前我都觉得很好开啊，到底哪里不好开？前面这个超级容易打滑好吗？一般的二区就是泥巴哎、欸。哦，如果有下雨的话，就会更难开。还有200公尺啊！哦，还有200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阿巴家。嗨，10万订阅，握你千层。我们前一阵子还看到了一款在网络上面话题跟热度很高的一款帐篷，这一次呢有一款台湾特仕版的，是黑花的黑色的，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手刀下定，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多月，有终于收到了，超开心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开箱这一顶 Hells 的观星锁。好，开心帐，拜托不要下雨。光从它的外包装就可以看到了，这非常的有质感。那这一款呢，它很特别，就是它整个外层是防水袋，然后是菱格纹的，很有质感，而且它不会有传统我们很恼人的那个拉链，然后最后如果你没有收好，拉链很容易会崩开。你看它完全没有拉链设计，而且扩充空间非常大。你看，我已经把银柱放进去了，所以所有都在里面。它只有一个这个魔鬼毡在最上面的地方，方便你折起来以后这样子慢慢折下去，这就可以达到防水的效果。然后它有一大包的银柱，然后它银柱非常的轻，它这一顶是 4.1×4.1 的，然后它是用什么材质的我忘记了，然后它是用这个材质的全黑化，它是没有涂胶的，所以这样在使用上面呢可以用的比较久啦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是提前预购款嘛，所以它有送顶部跟前后纱门。纱门很重要，你们知道吗？这超级无敌重要的，绝对有大礼包的 feel。这好轻哦，而且它黑色垃圾袋的极致感。然后它这边有6块大天窗，超好的啊！我们啊，这次踏入了行军床的行列。没错，终于可以摆脱那个那个
硬到要爆的。没有啦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使用习惯啦，因为我们会希望体验不同的露营模式嘛。嗯，对，之后也有车露啊，车宿啊，车边泊啊，单人男子，男不男子不一定啊，就单人嘛。那这种配置的话，带一个充气床垫其实就很不合理。嗯那过来的充气床垫，它一定要有充气帮浦。对。那如果到一些无电的山区的话，你没有电源之类的。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行军床它帅。帅，搭配我们的冠心帐篷，心帐篷。我们之前有内帐的时候啊，你内帐里面就是肆无忌惮的大乱，差别都差在这边，但是 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乱，就是因为都摆出来嘛。爸爸，但是所以模组化非常重要。嗯，对。其实我们在收录的时候，我以为要给我，我还要睡过来。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这个营区呢，叫做一二三零。其实原本他们是做种茶的，很奇怪，明明是茶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露营的场地全部都是竹子，是竹林，它通通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小型的，大概一两丈包区，两丈三丈包区左右的。因为这边很新，所以其实目前知道的人还不多，没有什么人来。密密麻麻的竹林其实是很安静的。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喜欢那种小帐一两帐包区的朋友，我觉得这边是你们非常好的选择。它在南投而已，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蛮近的。然后呢，海拔就是它的名字一二三零。如果徒步游营区的话，其实很快就走完了。然后他们在 C 区的地方有一个浴室，然后再过来就是营本部前面有一个浴室了。其实上下距离都不会到很远，森林系，而且是很有中国风的感觉。另外啊，营主还说他们这边还有竹林山道，然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，他都会带我们去走去导览，真的非常安静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上一次露营有这种很宁静的感觉，大概就在亨野草堂，很秘境的感觉。不过先跟各位打个预防针，他这边的路并不好开。我们上来其实到他最后进营区的大概五分钟左右的路呢，是趋近于 off road， 没有任何铺装地面。棒，有了，有了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哥哥打招呼，你说，哥哥 ，hello， 阿哥，对，阿哥。我今天买那个全年的麻吉，好吃哎，但是我吃，好好好，但是因为盒子我已经丢了，我是在家里装好保鲜盒来的。所以没办法拍给大家看，好吃，是不是还不错？还不错，还是好吃，是好吃的，我也觉得好吃。我186哦，他的帐篷高是220。我在里面是撑很直的，很挺，很直，很挺，又宽又高。目前还没遇到下雨这些啦。呸，先不要，我都舍不得关。你看这样，后面的景色。对啊，我们就不会被讲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背对景啊？对。哇。这个哇，舒服哇！哎，那个行军床上面也是用那个 Venlux 的自动充气床垫。对，你把它的气阀，那叫什么？气嘴。你把它气嘴打开，对，它就自己卷出来，好方便哦。然后收的时候就是用你的体重去压。嗯。缝纫区、孩子手作区。爸爸发懒区，但现在堆满了杂物。
两张行军床拼成一张海象，有两根长牙。旁边用电脑追剧。这一次啊，我们预购它有附前后的纱门，还有一块上面的顶部，价值6000。会不会他说就说怎么早鸟有送？我又被套路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确定啦，我不知道，大家自己去看。如果对观星图有兴趣的话，洋葱剁剁剁，眼泪流流流。这是什么电影啊？我有点。洋葱剁剁剁，眼泪流流流。横财神。横财神。对，就是陈百祥啊，还有袁咏仪啊。他就是横财神啊，然后跟九天玄女啊，九天玄女，钟丽缇，钟丽缇，就是他要请仇人的眼泪啊，对，要几个东西，对，要几个东西，衰人的家当啊，什么什么，我也想看那个，最好是慢慢让你看。超级喜欢露营，因为有虫可以看，有大自然，又有空气。每次露营都是你在工作，我们就在旁边发呆就好。谢谢妈妈，你没有谢谢吗？谢谢老婆，不客气。哎，这意大利妹没有头发，就我的，应该是刚掉的，再没经理出来。没有滑滑的，没关系，滑滑你的牙齿。爸爸，虽然是爸爸刷，可是也没有刷干净。那就在这个不舍的情绪之下，跟大家说一声晚安。左边还是右边的，反正不知道喝哪一杯就随便，然后跟我没关系，交给命运这样。很多事情都交给命运，像是流量。哭啊！很气耶！我已经听到下面有那个马达的声音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用竹子。我们这是早上吃萝卜糕。哦，这萝卜糕好吃哎。对，上次在荒野草堂。嗯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是在全联买的，它上面啊，你打开以后，它有一层膜哦，记得撕掉。我们上次呢，把那膜煎了，然后还把它撕下去，就跟那个虾味棒一样啊。什么棒？虾味棒，那个不是虾味棒啊？什么是虾味棒？就是火锅里面蟹肉棒啊，虾味棒。头头，不用长头啊，没有卡是不是？对，蟹味棒，蟹肉棒，蟹肉棒就跟蟹肉棒一样，对，肉棒吗？蟹肉棒。我觉得你要开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那一层膜，都可以吃。就是说，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啊？下火锅或是不要下火锅？写错可以吃。我们现在去找银主。先请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，以你自己的看法。对，这边的营区就是每个营位，你最推荐的是哪一区？然后为什么？我喜欢独立区啊，因为我会去露营。
然后露营的话，我就不喜欢那种大草地，然后就是，我搭一个帐篷啊，可是就游客这样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是自己喜欢独立去搞孤僻那一种，对，所以就是主导单，对对，都是他对推荐的，一定要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，一个，那我会比较喜欢一区，一区，因为它比较长一点，哦，对对对，就变成说，如果说，还有小朋友的话，至少说，还有一个区域可以，对对对，所以一就是我们昨天搭的那个嘛，对对对，选对。就是我们有看到的粉丝专页上面有说，就是前面那个路就是有申请的，对对，之后会来铺路嘛，就会比较好走。对，可能预计应该是过年后，年后公所会铺装，就是那条路。公所有通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公。那粉丝专页对对对对，就大家都要密切注意粉丝专页。对对对，一句话给我们未来会来1230的路友，就是有什么要叮咛的啊，或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？对，我们不接受卡拉 OK。就像我们不是那种开发过度的那种露营区，像是谁？自己喜欢不被打扰，所以就是也尽量避免就是路友被打扰。对对对，难怪这里很安静。哎呦，有感受到。对了，那这边可以焚火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超爱，真的啊，就是要垫高跟使用防火垫保护草皮这样子，对，其他就没问题。这边应该不会有卖木材吧？有，这边有卖木材。对对对。太棒了！有卖木材，我应该昨天先问的啊。预计年后就会开放餐厅跟那个制茶体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對對對，来这边食材不用带太多。对啊，沿途带我们去参观一些步道之类的。OK OK， 好，走。是日据时代的那个戒装。这个？对，我们真的完全不懂哎。没在登山的。来，然后拍照。对，它其实有一个叫小半天 O 型这种，就是走一圈。他们就是都走步道，然后他们说你们这是最后一座山，对对对，就是、这边嘛。哦。莫名其妙，完成第一个登山景点。登山点。超莫名的，我们只是来露营的、如果大家在这边有遇到营主的话，可以询问一下，请营主带你们过来。我猜他们之后可能会有开一个这样子的导览体验，因为营主刚刚讲他们三楼时候会有这种手作茶体验呐、啊。对我们在都市长大的人来说呢，其实比较少有机会在这种好像山林间漫步。这边是真正有在登山的人会来的地方。那大家来露营的话，也可以顺便体验一下，我觉得是很棒的感觉。冬笋的话，它不会长成这样。春笋才会哦，冬笋是冬笋，对对对，冬，他就是说会像花龟一样，就是会有冒出那种感觉，花龟做个记号，所以之后就是要来来这边采，对，你看这绿色的，哦，是冒出头了，哦，人家不是说竹子在土里面都待很久，然后出来就长很快吗？对，冬笋它从浮出土面之后长到像那个比较浅色那个。有点比较新，有没有？这也是很高啊。对，那个就是新的，大概一年生。它一年从浮土长到那样，一两年的时间。这么大，一定可以。哇！看不见了。我在那里啦。你们为什么直接大步等人啊？鹿谷乡的市景，哦，市景，对对对，然后小坂田山的主峰，小什么山？小坂田，刚刚小坂田山的主峰，小坂田，哦，好像很好吃的感觉，感觉就像食物，对，它的名字，而且是日本的，日式料理，它的食物是怎样？在这个茶里面，茶这边。就是他大坂田山的戒庄，有看到吗？你们不知道的话，就是从这个铁棚这边，棚子这边数，啊，这边有一个神雕侠侣，这个应该是樱花树，
这边来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四个的右手边就在这里。那里有个三颗水塔，刚遗嘱跟我们说那是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们营区的地方。我们没有走那么远。对，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的。有这么远？爸爸抱，等一下他走回去。对，等一下他走回去。傻眼，竟然知道用倒退走。但是你倒退走速度有够慢的，又更担心，反而就是危险。营主，这要多少人开团？这个、啊，对啊，希望是一天走一次，就是一个营区这样一次加，一天一次而已，没有一个礼拜就一次，六日要集中。哦，对啊。可以再吃一餐的，都消耗完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？很舒服，很值得啊，很值得走，真的哦，漂亮。营主说呢，这边三楼他们都有开放，然后你晚上可以过来这边。你看这么大，很大哦。然后呢，有来露营就记得来这边，带你的椅子，带你的塔灯，然后方便的东西过来这边。喝点酒啊，看个星空啊，然后可以看傍晚日落的时候，啊，秋到不行。然后离营区其实都很近，这就是在营本部的三楼，会经过他们的餐厅上来。你看这边，这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三个水塔。其实还好。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远啊，我们刚刚在的地方看得到吗？在这边。这边是我们刚在的地方。来到这边的话呢，你尽量就是自己带冰箱，或者是带一些保冰袋，因为它目前这边只有冷藏，没有冷冻，就只有一个冷藏的冰箱跟饮水机供大家使用这样子。营主啊，之后可能也会再新增啊，如果大家自己有定位的话，可以再询问仔细。那他们的浴室的部分呢、啊，我昨天洗了之后，我觉得水压、水温都很稳，非常的稳，然后又很干净。不用担心，重点是够热，够热。因为它上面虽然不是封顶的，可是因为它够热，所以其实可以冲得非常的舒服。像我们上次在日月潭嘛，我不是说它的水温就是温热偏温，对你就是会觉得一离开就立刻很冷，哦，对。但这边是很热的，舒服的啦。对，但是水压、水温是很稳，舒服的，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无障碍的厕所啊，然后还有男生的、女生的，对，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无障碍的洗手间。哦，第一次在营区看到，是吧？对，没有特别去标明无障碍洗手间。对对对对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营区有看到。啊，吹风机很大杠，很大杠啊，很大杠。它的营位位置是 A B C 下去，就是梯田式，对，往下嘛。所以你其实，在最后一张的话，你可能上来的话，洗澡会走一段距离。哦，自己再评估一下。这次我们呢，就睡了这个 Ventilux 的行军床，然后坦白说，它的表现就完全就是。非常好，没错。那是因为这一集的篇幅有点过长了哈。怎么好？再跟你们讲。那至于在哪里买呢？就直接到 Velas 他们的官网啊。是的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同时有帮各位争取到了折扣嘛。我为什么会觉得我非常推荐呢？我大概给你们三个点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它做工也很细，然后它是日本的车库品牌。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价格跟它的躺感是有非常高的 CP 值。哦。对，就是你要拿其他品牌去比较。嗯嗯嗯。对。那第三个呢，帅。啊，帅！那之后呢，我们会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际上多躺几次的心得。但是我们第一次开箱，我坦白说就是满意到爆。先讲结论，先讲结论。那之后再跟你们说咯。那资讯的话，我们要放在说明栏。如果有在观望的朋友，已经知道要买这个品牌，就直接去下单就好了。对对对，绝对不会失望啊！干燥撤收啦 ！OK， 我们现在在三楼。今天呢，来到这个1230呢，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一次呢，也是我们观众就是私讯我们，跟我们讲这个地方，我们才能就是得知这个地方。很安静，环境又很好，重点是我们还可以去做一点知性的导览。然后在营主他们之后呢，比较完善了以后呢，除了路面会改善，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手作茶的体验，嗯，还有餐厅，这都营主说在年后都会有啊。对，陆陆续续有在规划了。所以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，那可以去锁定他们的 FB 粉专。好，没错。还有锁定我们的 FB 粉专。对，还有我们的订阅，还有我们的好吗？对，要有用。不是不是，
记得帮我们开启小铃铛、按赞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FB IG。他们的洗头台旁边有附了一个这个沥水篮，我超喜欢的，非常大，可以放很多的碗盘。然后这边呢，停车的话就是停在他旁边的坡上。赞，按赞，按赞，我超爱空，拜托。笑死！这一次一样，垃圾不留山林，耶！以上，你在选我是不是？干燥特搜，干燥特搜，干燥特搜。啊，好完美哦！看到，不是因为人的关系吗？应该是因为人的关系。我先走了。